妹今天有点发烧，姐姐刚才抱她抱得好舒服哦。你们在躺在姐姐那边？嗯，小妹妹，要不要躺在姐姐那边？刚才她躺在姐姐身上躺好久哦，这样子哦，两个 so nice。结果爸爸一去拿相机，他就爬起来了。所以没拍到。没有啊。还要什么？你看，还躺在姐姐那边啊。来，妈妈拿。妹妹来帮他躺吧。你躺在姐姐那边吗？我怎么还漏嘞？哇塞啊。What a nice picture。姐姐好 nice 哦，只是小妹妹不敢抓，给她抓住。姐姐不能用强的啦，这要自由，这要自己愿意的，对不对？要用抓的，人家放在。哈哈，爸爸头发也很乱了，还好。妹妹来吧，爸爸带你去睡觉，讲开。他说不要。那你躺在姐姐那边啊？嗯。自愿的。不错，两个姐妹感情很好。对耶。你们永远感情要很好哦。受不了，哎呦，这样子就破功了。不错啊。不错啊。哎呦，不错啊。受不了。奇怪，现在你学这个。你刚刚不是讲不错，他马上就给你不错啊，不错啊。